师傅，我每天要对着很多肉，尤其是那些新鲜油嫩的肉。我叫什么名字？Maggie。不是啊，Missy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真的不用跟我说，一会儿我还不是忘了。Oh my god！ 小心铁锤！啊！这个邪恶的内衣裤恶魔！ 我一定要把你的邪恶的内衣裤全部摧毁啊！上班当然是为了糊口了，但是你又怎么会想到，原来用刀糊口真的可以找到这么多好吃的？我的，我发誓，我的，我打死都不会走啊！大鹏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别在我这里泡妞。我发誓我真的没有老板娘。我刚才明明看到你，看我买了什么给你。 清热养颜西瓜汁，拿着慢慢喝。最近我发现搞女人已经不够刺激，所以下班之后就要去搞些更加刺激的事情。喂，帅哥，老板在里面等你呢。插错洞了，干脆脱掉好了，你准一点，把那件脱掉啊。精神呢？吹什么呀？你吹他好了，别吹我。这个只招待会员的私人会所，是一个叫炮仗哥的人开的。 虽然他没有承认过，但是我知道，他是一个黑帮老大，炮仗哥。大鹏，等你很久了。今天我们玩什么？21点。好啊，美女对吗？不用数了，一闻就知道是10万块了。发牌。 你有可能爆的吗？所有赌徒都一样，手风顺的时候，你不会想离开赌桌，因为你只想赢更多。哦，妈，既然这么旺，不如双倍吧，麻烦你。没关系。 直到你开始输，你就会跟自己说，牌呢不会一直烂下去。下一把，下一把一定可以追回来。大鹏，今天的手气真的有点差。泡上。艾瑞，一次过给大鹏50万。当你很有信心的做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有时候你连后悔都来不及。 我忘了我到底输了多少钱给炮仗哥。总之，这次我麻烦大了。